初中物理，现在还没上初中呢啊！重点中学达标，六个回合之后上中学，上了中学之后才能谈恋爱啊。那暂时谈不得。哇，没有特长，我操，他妈只有两个特长。电子琴我一直在，电子琴跟四驱车一直在弄啊。学概述有传说的概述吗？夏娃的诱惑。电子琴一直在玩啊，他特长这不出啊，不出特长，你看这赢不了了。初中物理有传说特长，初中的物理吗？学钢琴有传说是吗？下一层爆炸，眼睛比例紫色黄色，那好吧，安排一下概述。六个电子琴，这样出几率，这样出的几率比较大一点。还是没出特长哎，绿色、黄色、闪电、闪电。等一下，下一层。爆炸。下一层，哇，应该先点体力再点下一层的。体力没有点。下一层。应该先点体力，选秀没特长，还是没特长。选秀以才华为主啊，夏娃的诱惑吧，试一下吧。沙包一样大的拳头，夏娃的诱惑。哎，楚丽丽漂亮，年度大奖，漂亮。奥数试题，奥数写小说。所许前赴通国内旅游，付费夏令营啊，下一波吧。是在学电子琴啊？不在学电子琴吗？电子琴加钢琴是吧？学钢琴才行是吧？电子琴不行吗？特长一直出不来，一直没有特长。啊，钢琴才行啊，现在学很难出是吧？那就不学了呗，那还学什么呢？先把领悟力点啊，领悟力点了，点了之后下一层，眼睛爆炸，闪电闪电啊，黄色、蓝色、紫色，没有红色的，那、啊、下一层吧。无法挖掘脑洞，作文，哎，写作文了，作文看一下。义气与正义，自由，通物言志，加点想象，想象，没有文笔啊，文笔
你差很多啊。思想啊，加文笔，文笔加五。兽人必须死，加点文笔。兽人必须死，为什么是加文笔的？逻辑想象，想象文笔，逻辑文笔，闰土的故事。安慰奖，我操！初中物理，初中物理传说特长，传说特长，看一下。减记忆力啊，加智商减记忆力，初中物理，你们确定？压力过大呀、啊。一个特长都没有，奇怪了。去商店看一下，那个微博QQ 会员特级教师解密，特级教师解密。再开发一下脑洞，爆炸爆炸爆炸。蓝色黄色。抉择，希望捐出来，捐出，捐出来。记忆力增加250，竞选班干部，我要当班干，我品德比较高，品德吧。QQ 会员 ，QQ 会员可以出这个，出这个东西，自我宣传，我爸是处长。处理理你的事情，世代越长越难出特长是吗？自我宣传，38，哎呀，这把我真的是可以了，这把我真的可以当班长了，我把把都要当班长，每个年级我都要当班长。42，姜宇恒、梁玉超，44，很明显，我就是班长，班长就是我，我就是班长。46，赢了，悟性440。索取付费夏令营，国内旅游的话，这个可以不去啊。这个搞两个 QQ 会员啊 ，QQ 会员搞一个两个，然后再看看辅导书，辅导书加智商嘛，加智商。QQ 会员其实也加智商，也加智商都行。来 ，QQ 会员，然后这个写小说加一个。初中化学、近代文、奥数试题、阅读理解、英语、PHP、这把我就是个天才啊！初中的时候有你妈上大学的这个啊，上高中的这个智商，这个属性特别高。我现在是上小学啊，上小学开始学高中东西了，还没上初中呢，马上上初中了。下一层，爆炸，闪电，来安排一下，看看事件，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成为计算机科学家，计算机科学家。科学家安排，
近代文，初中化学，理科，阅读理解英语，奥数试题，数学，都来一点吧，都来一点。我操，我这么有钱，我操，备奖。买个无人机，无人机玩一下。QQ会员不玩，无人机玩一下。无人机，想象魅力，行动力。新特长，尊贵的超级 QQ 会员。新特长有了。过分理解，奥数天才啊，什么都有了。无人机，过年了。尊贵的超级会员，奥数天才，过分理解，这不是什么好天赋啊。其实今天有题目可以做耶。红色，黄色，红色这不出就很难受啊。红色，紫色，绿色，紫色，再来个红的，还差红色，哦，还差这个绿色，绿色，绿色，哇，这就没有了吗？加点想象力，记忆力，事件，体育课，色彩，数据库，这个数据库学一下。网络红人真的赚不了太多钱，还是要上去娱乐圈发展，当真正的天王巨星。小马哥，轩辕剑三，小马哥，过年了，看能不能要到压岁钱吧。压岁钱，噔噔噔噔噔，漂亮，88压岁钱啊！这个要到应该是888或者666。哎，收就拿着嘛，为什么要推来推去，推来推去的？拿个压岁钱有这么难吗？666，漂亮，有的是钱，有的是钱呢，不差钱，就不差钱。安排一下，阅读理解英，奥数试题，或者这个初中化学，色彩，学钢琴，差不多，无人机 ，OK。